道伯斯树刷 ，Go Go Go 树刷。Take 五 ，Take 五。你只要找到你的诀窍就对了。哎、欸，还有 Hello 百姓。前面就慢慢洗过去了，接着来到第三关，这边好像可以稍微的洗一下技能。合体。应该都算是蛮 SOP 的，是蛮好通关的。可是重点在后面啊。好了，来到第五关了，这边非常重要，我们要把火狐先关，然后新珠巨印尽量的滤掉。这99%吗？哎呀，太多了太多了！我想要99%吗？有吗？应该是有啦，不然他就骷髅头了。有，好，这就直接来转喽。哇、哦，第二阶段终于来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第二阶段，第二阶段开这个道罗斯，跟第一个技能，然后火珠千万不要小到。我就把它全部转掉就对了，讨厌鬼。来到王冠了，没有，还有王冠前一关，这边可以帮你绿光珠，所以你不要把，你要把握这次机会。好，可以。过了啦，好，你要过了吧？不会不过吧？哦，太轻松了，王冠太好了，你真的可以速刷哎、欸！扣当下血量99%啦，哦，所以。那关完全就不用怕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这一队真的蛮速刷的啦，真的是要把握一些小小的诀窍。可以，